小小的紧张。哎，你看我紧张什么呀？就是跟你才紧张呢。放心，我不该说的东西，我也绝对都给你说出去啊。有人溜那个三里屯还玩吗？啊，对，还可以，对吧？三里屯那那美女多呀。嗯，这边看看美女去吧。嗯，往前走着走一看，耶！哎，那女的长这么漂亮啊！哎呦，我得追她呀！哎呦，我看着这女的，我这也不知道叫什么呀，我怎么喊人家呢？我这就想起来月哥有个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怎么了？就那个追车柳岩那个追车那个啊，那我看看。哎呀，就用那种方式看着人家，殴他，殴他，我倍儿。燕子，你不知道就别瞎叫燕子。哎呀，蜻蜓都行。我就哪个大喊哪个呗。不，那不是，老鹰也行，鹰子也行。对对对，宝贝儿拿你。别瞎喊，行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别发微博骂我了，也别发私信骂我了。哦，本来也紧张是吧？我多新鲜，我跟你演一回挨骂一回。我是希望你保重。其实我希望他常演，以后会多演，都给他录下来啊，都给他录下来。据说过些日子也有打算跟炳哥演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哈尔滨，别，跟炳哥呀打算有时间呢一块儿再演一场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最近炳哥其实也还真找炳哥，炳哥也不一定有时间，炳哥挺忙，拍戏呢。对。这边拍戏呢，这都是现在合作伙伴呢，也都越来越好。对，你曹鹤阳在家看孩子，他在外边拍戏，这样越来越好。我在家看孩子，朱我松在外边拍戏啊啊，老秦在外边拍戏喝酒花，我在家看着老秦。啊，何九华呀，忙不过来，家务事比较多。我有什么家务事？你不是洗尿戒了吗？我要是何九华，我就赶紧刷嘉年华，把这事压过去。哎呦，红事啊，生孩子，生孩子哪是生孩子？生孩子你还不懂吗？我们不生孩子，我们不生，谁爱生谁生去。这门里头都是，这门里有我吗？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没关系。我就在人家说你家的事儿啊，我们家是到你家的问题啊。你看人家说了，他都说说我们家的事儿。谢谢您各位支持啊！但我也知道，大部分朋友看谁来的呀？嗯，看这合作伙伴哦。哎，这位老师现在小有名气，没有，相当了不起了，叫朱鹤松。好的朋友来说呢，对他呢有一定的了解，合作很多年了，十多年的好搭档。没有十多年，我跟他还没有十多年，我太有十多年了。朱鹤松现在已经不说相声了。不是，跟秦霄贤一样啊？对，对对。哎，其实咱得现在盼着他们好，我祝福他。对，但是祝福的前提是你们好起来了，嗯，你还得带着我们玩儿。他带着我玩儿，但不带着我录综艺。我就是开你这玩儿，这咱不花钱呗。啊，我搭档偶尔也回来，是吗？我们也回来呀。啊，明儿后就回来。对，明儿小剧场人家也演出，我们不仅小剧场演出，专场。还是不长记的。还是不能记着，骂我呗。上过几次黄网了？一次都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你说的上黄网？我是问老爷问你，开过几次专场了？你问的真是这样。哥和老弟，我大一点，年岁稍微长，大华比我大个懂事。对，八七，八七，我今年八十七了都。不是，让我这算好，我今年才十五。八七年的，嗯，八七的，今年不重要。对，老不停顿就好，不重要啊，岁数稍微大一点。但是咱说有什么说什么，体格很棒，身体还不错，身体素质还是很棒的。哎，对，跟年轻小伙子差不了太多。哎，差。对，像我们这有时候二十多岁小孩能干的事，三十多了照样没问题。就身体好，比如说。比方说你就是出门比如演出，哎，对，出门演出，嗯，一天演个两场三场没有问题，盯不下来。现在还行，对吧？真说有一天现在让您接着演专场，嗯，演三个节目照样能演，看真身。我老爷当老了出什么喜呀？
你这老老了就有喜了吗？你们老爷多大呀？这是你多大呀？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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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你怎么叫孩子还分岁数啊？怎么就得二十多、三十多才能叫啊？好好。那么你我，明天我还演出。我以为人没有孩子。拉开了，拉一个小空眼儿，哦、哎，差不多一个小空眼儿，嗯、哎，走，哎，这到时候不好缝吧，是吧？没事，都给他缝合了。哦，分裂，啊、哦，哎，对了，生孩子都这么拉。然后呢？聊什么我这是？你要不理他们就过去了，就完了，就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也不动车。你快点儿，我这开着盘呢，我这。好多朋友对他的了解，就咱们天天在家工作室是。也在哪电视上也看不见，小剧场也看不着，大型演出也没有他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惨呢、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家忙什么呢？咱们不用再摇回来，是吧？等我这给你跪。我只是好奇，我怎么感觉你跟退社了似的？别胡说八道啊！我们老爷太喜欢你了，我也去。哎，他太喜欢你，因为现在找你太不好找了。你演出太少了，不要问，不要问为什么。不要问为什么。我们老爷每周看他节目，当时怎么就没看了？有时老想跟他演出，我都忙，有时都忙。谁忙？你忙？我其实我最近确实挺忙的，我是天天忙着在家看孩子。你呢？多余问。你忙些什么呢？在家？哎，这个准备其他的演出。哦。啊。不然怎么说呢？行，三五个人就行。啊，行行，那就八个呗。对，你这数学倒挺好，三五个人就八个人，十以内算快的。不是，啊，就十以内呀、啊。不信你要告诉我五六个人，我挺乱的。好家伙，教孩子教到一年级。这个三，等我，教教我。你们相声家有十五个人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不俩吗？你们就都带着媳妇儿，行吗？我没有。我得替大哥发声声。行，仨行吗？仨不行，哪有仨？没有仨，没有仨，我就自己去。你自己对。行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别发微博骂我了，也别发私信骂我了。哦，咱也紧张是吧？我紧张，我跟你演一回挨骂一回。我也太敢说了，你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是吧？